你最近怎么这么关心我啊？因为我在追你。你说什么？醒了，认得我吗？杨翰，我怎么在医院啊？再睡会，别想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救了我。那就好。可你怎么有点不开心啊？我当然不高兴了。你怎么这么莽撞？万一这事情冲着你来的，你怎么办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总之，不要再冒险了。从今以后，不许这么莽撞，哪怕是为了我，让你健健康康的，活蹦乱跳的。我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？唐某，我想坐起来。啊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关心我啊？因为我在追你。你说什么？听清楚了，我追你，好不好？不对啊，我也不是你的菜啊。我之前跟你告白，你也拒绝过我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不会耍我吧？我像在开玩笑的样子吗？嗯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你跟罗是男女朋友。这种学校传言你也信啊？那这么说，你当时就喜欢我了？你少自作多情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只觉得你是个劈腿的渣女。你不会以为我当年跟你告白过，现在就会接受你吧？啊，脑子好乱啊！我没有让你现在给我答案，我只告知你一下而已。